但是我最近我的运气不好，好像给心魔控制了，还有我人缘不好哦，连女的脸都不要我，要怎么处理？看到了，看到了，你前世很坏啊，整天不帮忙，整天做坏事，所以很多灵性一直在找你，我建议了。用这个可以帮到你，好，谢谢大师，感恩感恩。鸡蛋糕没有给我钱。嘿，巴迪，我战友，我是战神瑞迪。那今天你也知道我做什么了，我看了桌子，再晚说什么？那就是开箱惊喜时候到了。这一次的礼物好长哦，那个我不能讲，等一下他拿 F 纸来就给我板了啊！拿出我的开箱道具来，来吧！哼，下一个战神斧就是我啦，我有这把斧头。好，黄金可时间，我们抓紧时间，来吧！那这次我的战神斧了，来开箱了，好来！再切多一层，呀！对，我就是定了无痕游戏了，千年寂寞，这是我第一次来组装这个千年寂寞啊！我相信啊，我组装这个千年寂寞要看的话一光年，游戏画了几年了、啊，那海马画几个小时马上组装好，我相信一定会组一光年的、啊。好了。现在来看一看啦，噔噔噔噔噔，哎，不是不是，我忘记了哎，等一下我找那个 BG。纯水钢收的魔法，你完蛋了，臭牌！哇哦，你看，哇哦，哎，他附给有两个，听讲他是没有说明书。那这是做什么呀？哦，他是讲有那个有一个地方啊要剪的，幸好我定了那个剪刀。哦 ，flyer 来了，这个是哇黄金贵，黄金贵我是有定了啦，但是要等。哦，哎，他写说明书哦，哦，他是讲怎样按的，哦，明白明白。这时候还有一个办法。很快怎样组装？那就是，干嘛？我在看戏好吗？除非我放一张融合卡，就组装好了。没有了，开玩笑啦，就是靠自己的能力啦。好了，黄金可是时间，我们快组装这些东西吧，来吧。剪好了，哇，真的不简单，至少画了500多。
些。好，接下来是连在一起。不化妆好，我还是明天再化妆吧。第二天见。好。好，各位，现在是第二天，因为我早早是全部合体了，因为本来应该啊，剪掉之后本来合在一起了，但是做错了，就是记得剪掉之后合在一起，不然的话你全部剪完了，你要慢慢找画了很多个小时了，至少画了5000个小时。好，我先 try 了，先看怎样去补妆店。它这个千年寂寞一定要转来转去啊，你看看。要转来转去了，所以要注意一下哦。而不是这样子，我就不管了。按到吧。原来它是这样子按的，比较难按一点啦，因为就有点紧，或者是那个 size 有点小啦。哎呦，弄到一个脚巴了，哎呦！真的第一次弄千年寂寞，不懂游戏是怎样弄的。哒哒！哇，终于弄了一部分了。这样很糟糕，刚刚脱了之后，它就，我要从这个按过呀。哦，要按好来了。暂时 steady 啊，这个现在肩膀有点松一点，可能要安静一点。
个突发状况，我刚刚换 memory 之后啊，结果我要重新弄过了。我真的很想要一哭二闹三上又下。OK， 真的我画了一点点牛力啊，不过我是慢慢拆慢慢拆啊，拆了之后才可以稳固。Steady 啊 ，Steady 啊，要完成了。OK， 最后一块了，我相信这一定有奇迹发生。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。自从我弄了千年君母之后，他带了不少帮忙。快说打印，我的朋友出卡，我特招我神官马哈德，考试可以拿100分。Yes， 我这也很难好成绩了。转手任推。哦，老板，你今天表现很好，所以我会给你加薪。谢谢老板，谢谢老板。从这时候你就看到美女。妈，在哪里才能买得到呢 ？OK， 如果你真的很想买这千年寂寞的话，我会介绍给你，叫做 Casey Gimme ENT 啊，这个店是最好最特别的店来的。OK， 你去你的 Facebook 那边打 Casey Gimme ENT 那边，你就找到他那边有的买 SIF 啊，或者是通知有什么广告这样子，或者你可以去他手臂那边，他里面啊是很多像是模型啊、模型道具啊、卡片啊、陀螺等等这些东西，我会把链接放在下面，在 description 里面。如果不懂事可以问他们也可以。好了，影片到尾了。如果你超级中级、超级无敌喜欢我影片，记得按 like 去给我看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按小明以及下方口明给我，谢谢。放心，这个我都完全不要了。如果他真的是你过奖，
我就跟他一起组合这个千年巨木就可以了，没有开玩笑嘛。好了，等微信吧，乔斯。But I can also